下一次面对郭修伟，做了一个头点，这回三手接到之后，邢金坚传进来，厉害，真的厉害，知道刚三了一次点。做对白虎，刚才是前锋快，这就对了，厉害！我要了解到队友的能力了。刚才冈萨雷斯已经来不及了。对，这个球如果留给冈萨雷斯处理了，然后硬要去挤这个处理的过程，有可能因此而受伤。看这个，哇，陈荣贵，惊人，这个真要追准。对，加上冈萨雷斯是左投了，他接到他还要做一个转身呢。